市場監管總局公布經過四個月的調查，發現阿里巴巴自2015年以來濫用在境內網絡零售平台服務市場的支配定位，對平台內商家提出二選一的要求，禁止他們在其他競爭性平台開店或者參加促銷活動，並借助市場力量和平台規則等手段採取多項準程措施，獲取不正當競爭優勢，行為違反反壟斷法，決定依法對阿里巴巴作出行政處罰。以其前年在境內4%的銷售額罰款超過182億人民幣，並向阿里巴巴發出行政指導書，要求佢喺嚴格落實平台企業責任、發行內部控制合規管理等全面整改，並需要連續3年向當局提交自查合規報告。阿里巴巴回應話：誠懇接受，堅決服從。話説法係對公司嘅檢查同調查，點查咗1分鐘啊？